10到15分钟。 刘阿皮，你别太过分。我可是在你面前正儿八经收你为徒的，你要学着尊师重道，而我必须对你负责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走吧，时间宝贵，训练开始。今天是第一天训练，强度不能太大，就按照2个小时30公里。你说啥？我1个小时只能跑10公里。 你2个小时跑30公里，怎么可能？你这样我命啊！2个小时30公里，今天迟到的事儿就算了。行吧，我就跑步吗？谁爱谁呀？去。啊啊！果然跟我想的一样。 体能太差，这都1个半小时了，才跑了10公里。看来今天的指标是达不成了。有本事你从车上下来呀！可恶！我之前怎么教你的？尊师重教。尊师，尊你个大头鬼！来，你追我呀！喂，八戒，跳狗屎！ 20公里。 跑了2小时15分钟，我不跑了。规矩就是规矩。行了，别在这蹲着了，一会儿别感冒了。赶紧回屋吧，换件衣服，继续训练。哎，你。 楚，飘飘，嗯，换衣服，跟我训练。今天不行，孔老师前2天让我领一个日本的留学生去学校四处逛逛，熟悉熟悉环境。你知不知道那个小男生长得可帅了，特别像日本漫画里走出来的男主角。 而且他不仅长得帅，还特别有才华，画画我也特别喜欢。不许去！为啥？基本功那么差，有时间陪人瞎逛，不如在我这儿多做做体能练习。就今天一天呗，行吗？不行，我是学生会会长，这种无聊的接待工作，我会叫人代替你去做的。走吧，去后山。 6项基本训练全部不合格。 看来你还差得远呢。算了，还剩最后1项，开始站桩。 到底要站到什么时候？站到我说停为止。我刚刚跑马拉松，你又让我来站这个，你是魔鬼吧？ 认真点，手抬高一点。连站桩都站不好，你还想做什么？还记得我之前说过什么吗？目视前方，你看到了什么？流水一逝，而磐石不动。你若是可以达到那样的心境。 练功便可以事半功倍。
看来之前我跟你说的话你还记得，很好。这段时间的训练感觉怎么样？累死我。跟你之前的训练相比怎么样？这能比吗？我之前训练跟我爷爷一起打的时候可开心了，就跟玩一样，打完还可以吃东西。跟你我累到爆炸。你爷爷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者，但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教导者。不许说我爷爷坏话。我爷爷哪儿不好了？他教我教的不好吗？我不厉害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只是说如果你想参加武道大会，按照你原来的训练方式完全不行。凭什么说我不行？你参加过就你行。如果你只是想把它当兴趣的话，你可以继续找你爷爷训练，但是如果你想赢，想成为真正的太极高手，你就必须要按照我说的去做。反正，你不许说我爷爷坏话。好，你明天不用来了，跟你爷训练去吧。三更灯火五更天，方是好学生读书时。时间到，出去，快，走走快。老师，我是最后一名。书到用时方恨少，交卷了。哎，月月，我好累，人生好难。哎，我也累。我耗尽了元气，我想吃肉。好。美术史成绩出来了。是吗？我多少分？98。真的假的？我看看我，一定也一样棒。60。60挺高的了，而且你天天上课玩手机，你能及格不错了。我抄那么认真，我看可忍了。60对得起天吗？我就是有未出给你复习。其实美术跟太极一样，都讲究重点，以后就这么复习。是吧？没想到喂猪头还挺厉害的嘛。想什么呢？哦，没有，我在想，一会儿还有事儿。去哪儿？去还债。飘飘，两天后，月山，哦，对不起啊，我忘记了。没关系的，看得出你很忙，你这是着急着要去哪里啊？一言难尽。你要去写生吗？是啊 ，CMFU 的风景太美了，我正在想要去哪里写生呢。那我给你推荐一个地方吧。你怎么了？受伤了吗？谁欺负你了吗？没有，那边景色还不错，有个叫月牙湾的地方，其实还挺好的。我相信你推荐的地方一定很不错，那麻烦你可以带我过去看一下吗？不过你真的没事吗？没事，我领你去吧，走吧。迟到了，他肯定又该说我。算了，不管了。
师父，魏楚，魏楚。喂，猪头！不是被我气得离家出走了吧？到双云谷来寻我。魏楚，你看这风景多好！我之前还去你的别墅找你呢，你都不在，原来你天天来这儿啊！其实我也挺喜欢这里的，如果我以后每天都来这儿找你，怎么样啊？不用了。我是真心的，同学。这个发卡是你的吗？是。你怎么会有我的发卡？其实吧，其实我那天去你别墅附近就是想跟你告白，所以才会一直在你别墅附近徘徊的。魏叔，其实我不用说了，先回吧。那我明天还来找你。出来吧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哦，我刚刚看金庸师姐在这儿，我觉得我直接出来不太好。不是无药可救啊，你的功夫。哦，昨天你爷的事儿，抱歉，我不该那么说的。既然我要教你，就会教你最好的。你爷爷没有完成的事情，我帮他完成。这应该也是他的愿望。那就拜托你了。30秒。5、4、3、2，十，6、7、8、9、10，五，哎，6、7、8、9、9.1，9.2，十，
继续，这一次五分钟。五分钟。你干嘛呢？好，八十分钟，这次我盯着你。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起。起。算了，第二项你自己去做，我去打坐。师父，魏楚。什么打坐？在打瞌睡吧。喂猪头确实长得挺好看，这眼睛，这鼻子。好看吗？嗯。看够了吗？我上课去了，我没看。风飘飘，风飘飘，不行不行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啊！哎，先生，怎么样？风飘飘，你撞我干嘛呀？我不是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的，道歉不会说吗？我没，这么多人都看着呢，你当我们是瞎子？给我道歉！小心，你的脚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不愧是风飘飘学妹啊，这么快就勾搭上了从日本来的交流生，还真是上乡淑女的代表啊。我，这位同学，我劝你还是马上道歉。你刚刚推倒风飘飘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伤害罪。你搞清楚，是他先推我朋友的。再说了，你哪届你看到我推他了？我就在阶梯下面看着你推的。你们要跟我到教导主任那里去对质吗？那我说你这个人……算了，阿佳，我们走。道歉。你别太过分啊！请你道歉。算了算了，确实是我先撞到学姐。你没有受伤吧？没事。谢谢。飘飘。我最近看你们的中国美术史遇到了一些麻烦，书里的一些摘录都出自古文，你的那门课学得那么好，你来帮我看看吧。好啊，我看看。那个时候的书法跟图画是并没有区分那么开的，所以那个时候字呢就很像画，画就像字，又叫象形字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这就是你说的书画同源的出处。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太谢谢你了，你教的真好。没有，我哪有那么厉害啊，我们就当互相交流呗。那好吧，不过我还有一些摘录不太理解。
反正你还要在这待三个月呢，也可以随时来找我。太好了，飘飘，你真是一个善良可爱的姑娘。那你好好休息，下次再见。嗯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嗯，拜拜。你有病吧？几点？你又给我打电话？六点。六点？六点？迟到一分钟罚十圈。不是不是，等等啊！我脚疼，昨天扭的。扭伤？我不去了。严重吗？我过来看看。我感冒了，我发烧了，我头疼。你撞得跟头牛似的，哪儿那么容易感冒？我休息点不行吗？给你五分钟，如果不到，再加两小时抹布。别发脾气！我真是把他想得太好了。认真点。就是他呀，就是那个风飘飘啊，脚踏两只船，不知检点。我脸上是有什么东西吗？他们看我干嘛呀？没有啊。没有。那哎，连续几天早出晚归，在魏楚家呢吧？我别装了，拍都拍到了。全校都看过这个文章了，一直传学长虐待你。给你科普一下吧，现在呢，学校的舆论分为两派，一派说是学长辣手摧花虐待学妹，另外一派说是你不知廉耻，勾引带坏魏楚学长。谁不知廉耻了？他们是颠倒黑白，不要脸。我当然知道你不是这种人啊，但是我又没用，所以他真的虐待你吗？你是猪吗？当然没有了。给给给给给给，我是猪。别看了。各位同学，这堂课是考题解答，这个题目是什么意思呢？老师跟大家说明一下，叠字，亲戚为天，南辕为官，所以说这个叠字是天官赐福的意思，这样懂了吧？好了，大家自习了啊。哎呦，你什么时候和月山扯上关系了？月山，我跟他就普通朋友啊。那肯定是有谁在背后故意造谣诋毁你吧？你看，
给你精选几条评论啊，惨不忍睹。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水性杨花的女人，真是厚颜无耻，劈腿成性。咦，还有，只要看到你，一定把你撕成碎片，不留活口。哦，你都好无聊啊，好激烈。没了。哦，你信吗？可以信。那没得聊了，跟他们一样是猪头。骂人呢？说我刚才都假的，都假的。哎呀，他们怎么那么爱八卦，真的烦。笑笑，你送我到这就行了。你不是要借书吗？前面是图书馆了，我自己一个人可以的。不是，你一个人我不放心，不放心。哎呀，这有什么不放心的呀？上刀山下火海我都不怕，借点路算什么呀？更何况现在是中午了，没人看得到我的。你回来的时候给我带点好吃的就行了。先撤了。但是，你小心点啊。小心一点。哎呀，学长。Cat Runner。你也喜欢看这本书？嗯。我超级喜欢这本书。For you, a thousand times over。谢谢。你现在有空吗？怎么了？我上次还欠你一顿饭呢。择日不如撞日，就今天吧，请吃大餐。真不用了。走了。太客气了。别跟我客气。反正大概就是这样了。现在全校都在传飘飘劈腿、魏楚家暴的事儿。他现在真的是全校女生的公敌，这样真的不行。我们得想办法帮帮他。学长，怎么了？我想，毕竟飘飘有那么多麻烦事儿缠身，都是因为魏楚学长。所以能不能麻烦你帮我转达一下魏楚学长，让他还是和他保持一段距离吧，这样对他们两个人都好。我会帮你转达给魏楚，但他怎么想还是要看他自己。喂，魏楚，你看过编辑社公众号最新的新闻了吗？没有啊。我发你链接，你自己看一下。好，我看一下。你看到了吗？现在学校里都在传你家暴虐待风飘飘，都是因为他劈腿了那个叫岳山寻的人。我说魏楚啊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没事儿，我会处理。女孩子，流言蜚语对她的伤害太大了。这事儿我会有分寸的。魏楚，好了，我先挂了。笑，快回来，快回来，快回来！笑笑，哎呀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我都快饿死了。哎呀，累死了，我只能找到那么多。你知不知道，你再不回来的话，我就要独自一个人孤独的去可怕的食堂。但是，你就没想过根源上解决一下吗？你能走多久啊，在宿舍？根源。你知道根源是什么吗？根源就是绯闻，对吧？你知道怎么杜绝绯闻吗？杜绝绯闻就是你要跟他断绝来往。嗯。
不愿意。你不会真的喜欢上他了吧？刻苦训练，刻苦训练。喂，下来吧，我在楼下。都这样啊，绯闻，你还过来找我？再过几天就寒假了，这人怎么不懂避避风头啊？飘飘。哎，月山。你还好吗？你上次的伤怎么样了？跑这么快来找我，这么想见我？你干嘛？飘飘，他是谁啊？这他是全国舞蹈大会就要开始了，我希望你可以参加。舞蹈大会？嗯。饿了吗？走，我们去吃饭吧。月山，我改天找你玩。飘飘。絶対に諦めないから。包这么好，那这个我就随便包了。这样，哎呀，臭丫头，臭，好包。你看，喏，这蛮好啊。啊，给你做个东西吧，喏。喏。哦，这个是你？不是我，是小猪。哎呀，这个给他起名叫魏猪猪。哎，飘飘，看看谁来了。别碰我的猪。魏猪，为什么来了呀？飘飘，谁来了？魏猪猪。啊？怎么，不欢迎我啊？魏掌门，欢迎欢迎。冯爷爷，新年快乐！哎呀，谢谢谢谢。哎呀，你来了就好了，不用送什么礼了。而且飘飘以后还要你多多照顾呢。我们刚才在包饺子，待会儿一起吃。好吧，飘飘，趁魏掌门在，
他长得比你高一点点，那就干脆叫他帮个忙，把那个剪纸啊、春联啊都贴起来。啊，魏掌门，你不会介意吧？没问题。哎，那就好，去去去，帮忙去。走吧，去，快去，春联一起带上。来我家干嘛？大过年的。我自己一个人没什么事儿，过来看看你。其实我们也没差多少，一般高。Happy New Year， 一家人团团圆圆。啊，好久啊！好了，爷爷。啊，你别喝了。哎呀，过年嘛，让我过下瘾嘛。好吧，好吧。哎，魏掌门，要不要陪老头喝一杯啊？我自己来。啊，谢谢。方爷爷，啊，我敬你。啊，谢谢。吃饺子啊！我们两个忙活了一下午，包了这么多饺子，好不好吃？嗯，都是我做的。嗯，也有我的份儿啊。喜欢就多吃点啊。风爷爷，嗯，我想想让飘飘参加今年的全国舞蹈大会。这事这么快就定了？飘飘他行吗？那可是高手云集的全国的武术精英啊。他可以的，况且还有我在。飘飘他真的很有天赋，所以我希望风爷爷可以支持他。有魏掌门这番话，我这老头就没话说了。能不能问一下我的意见啊？学问吗？千差万减。怎么，我的宝贝说你不愿意，不喜欢太极了？不喜欢，练功都是他逼迫我。那你不喜欢，还不是坚持下来了吗？那还不是他逼的。等坚持下来的事，就是喜爱。乖孙女，加油！我给大家倒点酒吧。好，好，好。好，来。新年快乐！干杯！干杯！你们要不要多来点饺子？好。好，这就来。谢谢。新年快乐。谁？新年快乐。谁呀？啊，嗯，哦，等等，飘飘，一年后有时间吗？有啊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想和你出去逛逛，我在这里也就只有你一个朋友。嗯，嘿嘿。谁呀？好啊，我跟笑笑一起出去玩的话，就叫你。哦，好的。你好，飘飘。哎，你好，月山，你怎么来了？是我把他拽来的，他一定没逛过这样的庙会，我想着就一块逛才有意思嘛。嗯，真是麻烦你们了。没事儿，那走吧。好。
热奶茶。啊。嗯，要一个酸奶水果酪。热奶茶，少糖。对，再来杯饮料。这里让我想起我的老家，很漂亮。对，一共三杯，谢谢。想家了。是啊，是很相似的感觉。我很想念那个地方和那一段时光。小时候我一直和妈妈生活在那里。你想妈妈的话可以给她拍照片发给她。其实我妈妈在两年前就过世了，所以我不能发讯息给她了。对不起。没关系了，我已经习惯了。我们去放烟花吧。现在，虽然你不在家里过年，但是在这儿我们也能给你过一个很开心的年，对吧？啊，是啊是啊，去放烟花吧。好，走啊走啊，走走走走。